走。你是谁？滚！敢踹本老祖，胆子真不小。你还敢去告状？你以为我真的怕你去告状？你不想想，你住的是谁家的地，吃的谁家的米，花的谁家的钱？拿了几样东西怎么了？本该就是我的。公子，都砸完了。这么快？搜到仙门法器了吗？这间破屋子，有的东西都在这儿了。就这么几个破宅，藏得跟宝贝一样。去过几年兰陵金是了不起啊，人家照样不认你这个私生子，还不是像狗一样被人赶回来。作为你表哥，我好心奉劝你几句，不要学你那死鬼母亲那样做那白日梦。贱人就是贱人，攀不上兰陵金是那只凤凰。少爷，除罪的仙师们已经到正堂了，夫人叫您过去。好，